好要来分享。哎，啊小胖哎，小小胖。哎，要先抹水，要先抹水，哎，哪里过了？哪里过手洗？哎，要先抹水，哎哎哎。老总。哇塞，真的假的？谢谢。这位小姐，这是客人的，不好意思。小胖，哦，不管，我要去找主厨。要先抹水。先生，哦，小胖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刚不让我吃，我请我们的郭主厨帮我准备这么多。好，让我们来欢迎郭主厨。嗯，主持人，大家好。主持人，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们餐厅的特色啊？我们餐厅在台南市算是蛮精致的餐厅，现在我们大致上就是推出一些渤海鲜的套餐。那我们面前这个应该就是龙虾套餐的，对不对？就是包含这火锅，这个汤头是什么？这个汤头是日本日高的昆布，它可以消除疲劳啦，集中思考。哦，集中思考那消除疲劳，好像是我现在还蛮需要的啊。刚刚有人啊，帮你了，请你等一下一定要让我吃，看心情。很好喝哎。它的那个昆布味其实已经煮到已经很入味了，所以它的那个汤头本身你可以喝到浓浓的昆布味，很清爽，可是味道又很香。那像这个龙虾来讲的话，它用的是什么龙虾？这是美国的波士顿龙虾。而且因为你们这里讲究的都是新鲜的，所以这应该是谁刚来？刚现杀的。现杀哦，活的。放下去前就会让人家很期待的肉，对，满满一大块。对，让它来给我。欸，其实这个龙虾套餐其实这样子的量也非常非常的多。对啊，因为这个大概就是两人份的套餐，因为这个活龙虾你大概差不多在40分钟就可以吃。对，而且它的味道特别甜，也是正新鲜的。它太新鲜了。你咬下去，这你完全吃了它里面的 Q 弹鲜甜，然后它又刚刚下去煮了一下下，马上吸收了昆布的汤头那个甜味。你咬下去每一口都在爆汁，对啊，然后每一口都可以吃到那个龙虾，哦，好新鲜，好好吃。其实锅煮煮虾的道理就是绝对要活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死掉虾吃起来那个肉会松松的。吃完了龙虾，英福紧接着又吃了原鳕亲子烧。新鲜鳕鱼肉包裹着满满的鳕鱼子，以特制照烧酱去调味，最后在于上头撒上烤过的蛋黄，增添香气，鲜味十足又口感丰富，也是来这里的必点菜色哦。接着总算换小胖来品尝喽。这一道是螃蟹春卷，这个菜我们大部分搭配在桌菜。我帮你服务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金宝贝头啊，交流丢啊。嗯，好好好。这是沙公吗？对。哇，沙公包吗？真的，沙公的那个蟹膏最棒。好吃吗？哇，好短呀！这应该不是台湾的冬粉吧？对，这是日本的葛优粉冬粉。哦，日本的冬粉哦。这个最主要就是你在放酱汁的部分蛮重要的哦。你放太多的话，煮起来就刚刚水水的。对，水的量放得刚刚好的时候，那个冬粉会把它的。酱汁完全吸进去，对。因为其实外面有的都是那种裹在一起的，对啊。然后干干烂烂，可是你这个其实看得出来，它每一条都是 QQ 的。这个哦，这个吃下去，好吃。我觉得主厨的那个火候功效控制很好，对不对？哇，那个筋脉胸大，对啊。它吃起来怎么讲？它就是有点，应该是奶油吗？一点点，然后带着那种洋葱的香味，它是整个蟹黄都进去了。哦，很赞哦！真的，在这里找锅煮煮，什么都满足了。对啊，耶！哇，真的吃得好满足，而且啊，这里还有好多好多雕塑品都可以看呢。嗯，我们刚刚吃了金马，我想到一个笑话，你知道为什么金马都单身吗？为什么？因为金马不刚不金马不。真的很难笑哦，难怪你都不笑，超难笑的。